空一声巨响，欧爱家族闪亮登场。今天给大家玩一个很神奇的地图，叫做快建房，天空会有巨雷。像这种灾难下降建房子的地图，那我首先要找一个风水宝地。这次作者给的这个方块墙还挺好看的。邀请一下李子，他居然还没有进来。等一下，李子过来了，大猫也在，那我要去和大猫做房子，我不要一个人做了。圆圆，你终于想起我了呀，快来我这里，我这里做了一个爱心小窝。放眼望去，这小徐的房子最孤单了。小徐过来干嘛？过来高婆怀疑啊。赶紧建你的房子去，铺上一层金色的地板，这样我和大猫的房子就显得格外的土豪。小徐，你个单身狗，你走开。嘿，怎么打大猫呢？真的是。从这个打人开始，这个地图就失去了它本来的含义。本来是灾难下降建房子，结果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打人的地图了。这个炸弹还是很强势的，一下把圈圈炸到老高老高的，而且我们的房子全都没有了，很容易被炸飞了耶。我去找找大猫吧，打一下小徐。怎么回事？我这个炸弹就没有办法打到小徐吗？这炸弹有问题，雷王你不行。不过大猫给了我一个，大猫居然把我打死了。大猫你变了，怎么能这个样子？来打小徐，看我还要替这个大猫报仇。这个地图变成了一个打人的地图了。哎，这个小徐你很飘的嘛，看我，你不要跑嘛，你跳什么跳，跑到哪里去？还不是我的手下败将破坏一下我妹他们的房子。哟呼，里面居然放的是鸡眼，这怎么玩？你们赶紧出来，不然这个地图就毫无意义了呀。哦，我的天哪，全都是放的鸡眼。李子和我妹两个人真的是好聪明啊。天哪，又飞这么高。哦，终于把我妹给打死了。好了，我妹也出来了，这下就剩李子在里面了。李子你不要畏畏缩缩的躲在里面，赶紧出来，我盯上李子了，来打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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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看不出来我们李子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枪神呢。我狙神的称号可不是浪的虚名。嘿，还不是我在背后帮你，我可是你背后最重要的人。